段时间我们无人机在调查中发现有人在咸安区双溪桥镇与大冶市金牛镇等市县交界处的野外山林中聚众以百家乐等形式进行聚众赌博。他们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不在同个场地连续参赌一天以上，并且在每次赌博前会前都会清场，而且外围还派了不少钉子进行放哨，一旦有可疑的车辆和人员进出，他们第一时间就报告给赌场。我们发现每天有专车将赌博人员点对点的送到流动赌场，赌博的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到12点。通过近半个月的蹲守，我们摸清了该团伙的日常大概参赌人数、具体组织者、场内工作人员、外场放哨人员、接送车司机、赌客等各个环节。据初步调查，该团伙长期在咸安区双溪桥镇与大冶市金牛镇交界处等位置开设赌场，组织咸宁周边及鄂州等地参赌人员以百家乐的形式进行赌博，每天输赢达几十万，使他们在从中抽头获利，最高峰时日均获利几万元。